咱们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保障千家万户的平安吗？咱们消防员自己的家也得守护。使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凯文，一缕余晖星星分离去追，不愿从前的明媚都作废，感谢你穿过时间喧哗，在我心里住下，老一身伤疤都没想过害怕，当我向你迈出坚定步伐，请你给我回答，灯火万家有属于我的吗？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有很深的鸿沟，他爸妈有很强的蒙古观念，觉得我配不上他。你俩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能不能留住他，看我的本事。感谢你穿过时间喧哗，在我心里住下，老一身伤疤都没想过害怕，当我想坚定步伐，请你给我回答，灯火万家有属于我的吗？多希望我们不曾有事与愿违，命运宽容到让你我时刻奉陪，如果你的爱依旧无瑕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像这些轨道一样，有聚有散，有分有合？所以没必要对错过的耿耿于怀，只需要再重遇，好好陪伴就可以了。